考評局亦都與時並進，致力善用科技，包括電腦化測試、市場通訊和支援系統，以及網上評卷等等，以提高考試的運作效率。考評局亦都建立了網上評核和回饋平台，以幫助學校提升評核和教學的質素。時至今日呢，參與考評局考試和評核學生呢都已經是超過了1800萬人㗎啦，數目之多咧，反映出考評局嘅考評服務廣受本地以至世界各地嘅認可。就以文憑試為例啦，直接以文憑試成績取得學生嘅內地大專院校，已經由第一屆考試嘅大約60間咧，增加到最近嘅130間。而認可文憑試作為本科課程入學要求的海外院校呢，亦都由第一屆的考試的時候大約100間增加到目前的大約300間。考評局的努力亦都正好彰顯出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，值得我們是充分的肯定。